就把人家这样录音发出去，让全世界都看到他们的真面目。不可以。我答应过雨薇，只要他帮我们把吴胜国引出来，我就不会公开录音，所以我需要传到对方。可是如果没有可是，总之录音是不能公开的。我现在很累了，我休息一下。Thank you.